什么？米会晓唱歌？是啊。你是讲种咧田的迄个米会晓唱歌？系啊。骗笑的，哪有可能啦、啊？真是的啦，啊，无你来听看卖就知影。欢迎收听咪咪咪咪，咪咪之一，我是妈妈。欢迎收听迷你之音，每礼拜日早起十点至十二点，伫 FM 107.3南洋电台。大家好，我是会晓讲台语就讲台语，袂晓讲台语就讲华语的林大美。唔呐，会播歌给大家听，嘛邀请你做伙关心咱的农村、咱的稻米，分享咱生活的各种滋味。一阵风，一阵雨，安尼一直飞来飞去，吹个大，总算嘛，把咱的特别来宾吹到了现场了。欢迎美红姐，大嫂你好，哎，大米好，大家听众朋友大家好。好、哦，你免给，哎、欸，对对对，哦，我想讲雄雄叫你哦，气质，我是不是，我是不是吹唔到来宾？我会记咱咪咪之音第一届，哎嘞，差不多第一集嘛，第二集的时阵都 call out 连线好哩，哎，向这个美红厨房直接被厨房连线，因为哦，你的向这美红厨房终于开张了，嗯，啊，这对于这几个宜兰来讲，拢算大消息。哎、欸，阿是你要讲这对全世界来讲嘛是大消息。我来请教啊你，刚刚关请教啊你啊是吧？那欢迎今天的第二点钟的秘密金特别来宾是朱美红小姐。朱美红小姐，咱比赛看卖啊嘞，就是忍耐，忍耐住，不要讲另外一个男人的名字。哎、啊，侬刚才来开讲家己的代志的呵。我请问你也当用你家己的主事的style来介绍你家己自我介绍，你安那介绍你家己这类人？是哈、哦，嗯，这就歹讲，因为我专长想这样。对，啊、对这都是你的 style， 我知道。对啊，两性啊，三性的相谈啊，啊，哎，两性的那个、啊、熟蛋啊，就是哎，你有两性关系啊，三性关系没有？三性是什么？没有啦，随便讲一讲的。哎呀，然后亲子关系啊，料理的啊，然后其实我都很有兴趣，讲起来跟他无所不能哈。对，哎，我今天就知道你两性、三性关系都有，你应该是。跟这个跨界諮商嘛，会晓得看。我记跨界就是跨物种的，有无？是是是，还有跨星球的，因为领导有外星人啊，哎，领导有那种福寿螺降生的，不是啦，就是哎，那个第二代就是小朋友也是都很大了嘛，还主见也都很强，所以侬敢讲农村妇女、农妇两个字，实在是不能够定义美红姐。不行，对，抓不住，对。啊，不然先想简单的讲介绍你的事业版图，好不好？事业版图，对。其实我自古早吼胸无大志，我跟他想欲娶囡啊，因为我就爱囡仔、哦。但是我今嘛跟他生两个尔，对。啊，但是要怎讲诶，我感觉吼。较无想讲迄种，足侪咱家的小农吼，伊拢胸怀大志吼，为着社会啊，为着环境啊，嗯，啊，但是我感觉吼，每一个人吼，拢甲家己顾好，甲家己厝的人顾好，甲厝的囡仔顾好，我想应该都阿弥陀佛啦，世界上都袂有啥物代志嘛，吼，对吧？这都算上大的事业吧，对不对？是的。是啊，那你也感觉讲，敢那厝的这部分该安大好的这尼啊大的事业，真的啊，因为你感觉吼，因为要哪讲，即卖人吼都是管想这样，啊，家己拢管袂好。哦，真的啊，你啊家己拢管了好，啊，你辛苦病的人管了好，真正的世界大同啊。你自己的惯是都，你拢都一种惯。无啊，你家己的心情非常的好，像今仔日，我昨昏，我在你公公昨昏，我想，风台到底来，我在你台东嘛，哦，就放心的，我想，就放心。你咧台东的朋友听到心情不好啊？我台东无啥朋友，我跟你。而且讲，因为我就爱做一寡迄种有诶无诶加工品哈，做导游啊，所以伫风台之前我较紧甲迄个导游做好啊，但是我诶导游也袂行。但是我就叫阮囡仔，学囡仔导游跪立起来，
但是我早上一看讲，哎、欸，到底要煮啊，不煮？早上再去干嘛讲？哎、欸，我给你带单。哦，好，我来煮一点豆油好，所以中道进前，我个一点的豆油煮好，了下紧搬入来出来的，啊，第二点未付煮，嗯，对，啊，但是就讲，嘿、啊，是你家你的豆油煮好后，关了后，你就规当弄豆油汤啊吃。哦，对啦，是不是？安尼我知影你的意思啊，对，好、哦，安尼以上改水哈，对，安尼这个事业版图，哎用这个味道来界定，用美红节诶，我都靠双手一个农民之家制作出来，这比蛮画出一个事业版图。都家你已经透露啊，你的豆腐乳豆子，嘿实在是顶杠有名声，一杠有出名嘛，就叫做美红豆腐对不？咱讲我。我都说豆子，啊，咱宜兰才说什么？豆子，也是豆子齁，嘿，Z是吧？豆子ABC 的 Z， 好好豆子，好，安尼安尼大家小讲，因为我听过豆乳，我都较不要发这个音，豆子好，啊，这个美红豆腐乳嘞，已经几啊档的历史啊嘛，嗯，差不多跟你熟悉，真的，咱熟悉差不多十年啊，高年十年，真的哦，真的，嘿，哦，来家上你这部的小农，我想我跟你熟悉。所以你就放心，拢无跟他沟通，讲今日要讲啥，所以也唔敢我甲你爆料。哎、欸，你现在要去讲后边这句话出来，未输就是一个伏笔，赶快，卖安尼，大家好朋友。十一点控十分，恁当天收听是秘密之音第二点钟，一开始拢无甲大家哦讲上清楚，到底咱的特别来宾是啥物人？啊，即毛先为熟悉伊的声音，熟悉伊的道理。啊，原来还要做导游啊，听起来声得这么年少年啊，不过咦，讲起来跟大米也熟悉十年，所以哦，咱真正能趁今天留回忆一下，其实十年前咱的熟悉，对美红姐对你来讲，你也是刚回来宜兰增加不多久嘛，对吧？已经回来四五年吧，嗯，不过那当中你其实要真少年，还没二十几岁吧啊，不要紧，不要说当成十八岁好了。好，算了算了，不要欺骗乡亲。你老实说，你是几岁时候回来故乡的？几岁时候哦，其实我回来几遍啊。因为我还不能说，你现在引诱我又说出另外一个人的名字。好啦，其实我是宜兰家在地出世的啦，但是因为很小孩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带我去台北。但是我家己生囡仔了后，我就想讲，其实囡仔伫庄脚家生活，其实是对伊来讲是足好的代志、嗯，所以阮就甲另外一半，袂使讲名，阮就甲囡仔出来庄脚呢。嗯啊，但是就是讲我家己的兴趣是，对遮的有关食物的物件，我足有兴趣的。嗯对啊，所以我会去买一寡这种庄脚伫做一寡酱咸啊，哈，酱咸，酱咸，对，咸多啊，咸多啊，好。我那现在耳带去拍下来，我都会附送一次，有点无厘头，不好意思。啊，请你继续讲，搁做啥？是啊，就做反正我只要都开始的时阵，其实我对庄脚这物件哈，加工品其实无啥了解，因为我家己就细汉就去台北啊，但是我爸妈妈嘛对这物件其实嘛无熟，所以我们就这人拢问我讲，你导游啊，还是导游啊，还是在酱咸拢是加上学的。其实我都是甲庄卡，即个迄个婆婆妈妈，婆婆妈妈系我的亲戚，啊，就是我的迄个金宝因学的呢。啊，但是都开始是真正是人讲的手很痒，对。啊，了的做这做这就趣味哈。啊，做了的欧北上人。哦，因为你无可能一摆做一罐两罐，你会做较济做较济，你为着后一年要阁做。所以你就学不上，啊，上个月就出代志，无啦。人会感觉讲，这真正是处理你食的物件，还规格无同款，甲你去超市买啊，去菜市啊买物件是无同款的，用心是无同款。哎，因可能无得看，只是跟我讲，去年有上，现在今年无上。无，到尾人会感觉讲，我想买个。感觉伊食的这个味都是真正是伫厝诶食一种味，其实我是感觉讲伊会当传达互我诶，就是一种感动。
所以为着这我了都愈做愈济啊，嘛是一个量尔啦，嘛不可能偌济都哎，一旦好朋友一个上朋友安尼尔。我感觉有当下是咱哦，当事人嘛是有一种任务，就是爱去分辨，就是到底别人是伫咧乌白高咧，还是真正是咱才厉害。其实我嘛无爱操心这，我就是介意要做安尼。无啦，讲实在，那耆老的意见应该都是真值得参考的。耆老，我唔是讲你耆老，是人拢安尼讲，我是耆老最年轻的。你讲是小农界最年轻的耆老，我们讲最年轻是讲来好了，好啊，欢喜啊，都是耆老。唔过我记的是讲，你迄当阵嘛是一个年轻妈妈，啊，都来学做这家的酱料什么哦，是。以前唔捌学过，所以你学的过程当中做出产品了后，啊，这些作品对你的阿哥啦，这些婆婆妈妈来讲，因和你的意见，因的回馈是啥物？其实较尾啊，因这些迄落较老一辈的人哈，我感觉因一个用心面，就是感觉第一类就是俭嘛哈，我感觉既然且会去做这些加工品，最主要都是大家拢就俭的哦，俭呢？是的，因为只要会当卖开钱去呗，伊拢愿意做。哦，我理解啦，所以我也感觉讲，既然家这样子做，今嘛，噶今嘛，搁这样子做加工品的做，最主要是我感觉一个较勤俭的一种习性啦。嗯哼，啊，所以我感觉我嘛是希望我会当对这个脚步传承这个勤俭的美德啊，但是呢，在做这个加工品的中间，其实我家己有一寡反刍啦、反思啊，哈、嗯，就是讲，真正咱家的传统的加工品来的，因为最好笑的一件代志，就是讲，我可能嘛是一个工资的之类，就是我做导演的时阵，一摆做起来很侪，我想，吃个每年一定吃不完。啊，我都遐马上，加马上啊！但是我唔敢上遐进步哦。安尼，跟他是对应的权威一个挑战嘛。无啊，伊只是跟我讲，我总是免阁家己做啊。没有，没有，没有。哎，因家的真正是吼，就就变阿公。只能家己做的。对，伊手无叮当都是真艰苦。啊，我当安尼上来上去的时阵啊，吼啊，就侪人看到我倒计就讲啊，你卖好啊，因为。你好啊，我出一个十几罐会吃完呢、哦，因为因对导致的感觉都、就是都、就是导致、啊，非常变哪讲就是印象很深刻，就是就是配件嘛你嘛哈、哦，啊，但是我讲无你嘛给他吃看买啊，给我一个建议，好讲我应该安那改进哈、嗯、啊，再好安呢，搿摆因都勉为其难的提顿去啊，吃了赶紧打电话讲，哇，我跟你讲，我吃你这款导致了哈。后边遐十几罐的豆子，我拢无法度搁食，无啦无蛋掉啦。因不可能是这种怕生的啦。是，啊，都、就是搁继续啃的安尼，嘿啊，都是不断有这种回馈给我，我都、就是干嘛讲但是同款一个道理，就是讲物件伊唔是功夫好，就是好料。哦，我都是慢慢啊，家家的进步啊，我的阿哥啊，因家的迄个配方哈，我能小可改替换一下，嗯、我无足够的哈，我可以改配方，从而且还好，啊，家几款物件替换，豆腐乳我起码都是用飞机改的豆腐乳，啊酒米酒都是用阮家己出的米。领导的农夫，对，再讲迄个名哈，真困难。领导的农夫种的米，嘿，对，啊，阮去做的米酒哈，纯的米酒，啊，个黑米哈，本身嘛是迄、那、落、個，因为阮家的米我无法度用阮的米，我想人拢甲我们讲，那我用家己的米，嗯哼，我讲阮的米因为收瓜较慢嘛哈，我要做导致可能爱较早，所以我是甲迄落南部的朋友哈，米农遐的朋友买迄落朋友家己种的，有机米安尼。哦，嘛是拢实在讲先生做好的，物件都是做好啊。但是你物件用了好，人讲的食材你用了好，物件伊都会回馈好你迄个风味啊。嗯，安尼讲起来，就是真正迄个有真材实料啊，功夫嘛是普通都好。只是讲哪呢哦，我是感觉有当下就是好人偶尔一下就一时，感觉讲有信心嘛就做。啊，做一两档啊，就算了。啊，一个做十档、十几档啊，十几档。对，我是感觉这要是较奇怪啦，不是迄种奇怪啦。来。
听一首啊，勇敢这首歌，迄就是意思，就是只哦，嘛是需要一挂怪怪的勇气，只好都一直坚持落来。天气遐尼热，都还阁坚持一直做导游，做个查某囝拢流目屎，靠你，你讲妈妈恁个当卖阁做导游啊，对吧？是不是？是啊，真正做你的囡仔嘛是。十八班武艺学到不少。听几首囡仔真爱听的歌，五月天的勇敢。刚讲这是失去期待的所在。等到啊，这首歌曲哦，我要过来重新播放一次。我感觉伊的这个 key 怪怪的，音调怪怪的。你有注意到恁厝年囡仔因平时会听的流行歌是啥物无？哦，阮囝上爱听911啊，对对，这有风声。啊，那查某囝上爱听啥物人的歌？查某囝伊嘛，阮两个听的歌拢较像，伊嘛听日语，因为自细汉伫日本读过迄个幼稚园。哦，对对对，啊，也要听日语，不过伊听应该是流行歌吧？不一定哦，我拢会互伊听一挂迄个演歌歌仔，咩无无无演歌演歌，我嘛无啥听。哦，哎、欸，那有一挂交流袂歹，所以讲语言啊母语，所以恁当个囡仔母语厝诶，台语拢会拢真好讲哈。算作自细汉都是像阮查某囝伫日本诶时阵啊哈，阮拢甲伊讲台语尔，啊了后转来哈。人讲国语袂晓听，国语袂晓听，嘛袂晓讲，所以伊去迄个上一年的时阵吼，伊跟阿样写日记，啊讲日记，啊个讲台语，这真嚣掰啊！无啦，就奇怪，这细汉第二语言就那么的强，是的，无啦，都、就是拄好有迄个语言呐、啊，去日本啊嘞，对啊。你们一家人一路奔波，其实嘛是走袂少所在，是的，拢伫。长期伫国外 long stay 啊，对，啊，不过最近袂当讲是伫燕山青高 long stay， 伫遮是真正的故乡啊。真的，因为我感觉讲，带囡仔回来了啊，吼，囡仔伊安尼，你自细汉我吼国小就读三个，啊，国中伫读三个国小，国小哦，嘿。啊，国中啊，高中啊，拢伫台北遐呢，颠沛流离无啦，都是换足侪所在。到尾啊，你会感觉讲吼，台北的变化真正就大。嗯，嘿啊，什么所在你会感觉讲，住较久还是安怎？你袂感觉遐是一个迄种你会流乱的所在，互你思念的所在、啊。所以阮带囡仔当啊，囡仔伫遮，读阮遐深高国校。啊，然后国中、高中，啊，即马去外地读册，伊朋友拢伫遮，伊也像即马放假回来吼，伊拢会找朋友。我感觉伊感觉是我无的，啊，我会感觉讲，这是我给伊的财产啊，就袂见笑，无啦，就是感觉讲，这个物件是我无的，我感觉，会当给伊的，我会当，我的能力范围会当给伊的，就是这样的。很骄傲的妈妈，应该女儿心里也是蛮感谢的。天勇敢11:23在点记得三分你等你收听的是迷你之音礼拜日再去十点至十二点进行的我是大米还有今天第二点进的特别来宾朱美红美红姐美红厨房美红豆腐乳的美红姐原来是刚上广告的感觉哪有我这是对于很熟悉很熟悉你是我宜兰的不输那家人赶快是的因为实在是熟悉太久也不是这样啦很多人生的路坎坎坷坷面头前的路看不到的时候就会去找一个啊明灯的那你刚才说的你说什么两性专家三性专家嘛还有制造各式各样味道的专家、啊、美红姐你刚刚真勇敢，那度假五月天唱的这首歌《勇敢》，赶快跟咱大家讲，你今年几岁？哦，现在这么累吗？不，因为大概我超过，我印象中啊，然后我超过40岁，我就感觉讲，我得要50，人别人拢会搞我算，算什么？啊，不会吧？我看应该得要搞啊呢，所以我其实对几岁无啥物感觉啦。哎、哦、呀，人家跟我讲，我十一查某囝拢已经20岁，我18岁嘛，无可能嘛哈。你8岁就生、啊，无应该是，你冇甲问详细数字，应该是50
超过了啦。你有五十超过？是的。哦，我大概拢会做惊讶，想讲那有可能。那看起来不行，而且心态嘛就不行。谢谢啦。不过因为我是感觉讲你的五好啦，就算讲真正五十好啦哈，就算讲你不搞我骗五十，啊，不过你等来那个宜兰这故乡啊，规家伙啊等来做田啊，家己做农产加工品等等，嘛是真正是顶一个农妇的事业已经出来啊。啊，我是要讲，是好奇讲，目前为止你做过你感觉上勇敢的决定是什么决定？你看你要个引诱我讲出这样，其实应该是步入家庭啦。哦，对啦，结婚这件代志哈，对，应该就在代志啊。我今麦一定会把黑人的名讲出来，因为这个是太大的爆料了。好，我决定游戏个家，那你当公车，那你当公车的名。好，黑是多几年？黑是多哎。你详细数字绝对没问我。OK， 对不起，二十几岁的时候嘛，哈，是大学毕业之后，其实我大学的时阵就现在啊。哦，好啊，毕竟要嫁给他，最后伊是大学毕业了嘛。是的，是的。今嘛嘞，已经得到这类史上最大的那个秘辛，就是朱美红小姐最大的人生最大的勇气，就是用在。他要嫁给这个人，一拜都用完了。对，好，所以到底是什么人需要伊用了这世人目前上大的勇气，才会当做这个决定，给予伊的名叫做赖清松。好，Go Don Club 的创办人赖清松，清松大哥，大嫂，啊，你想那奈讲出这种话，想那给予大哥是需要遐尼大的勇气。其实我感觉迄当中是戆大，你唔知啊，讲后边是一坑遐大坑。哎，你妈，你讲无得看，你后边危机坑好伊，那是不离遐大坑。应该是互相伤害啦。所以，变成是一个农妇的这个身份，是伫咧结婚进前未去想到的。完全，这是一种很变来讲，人讲意外的展开啦。意外的超展开。是的。不过我感觉你对家己无够了解。应该是毕竟你他都好讲，你一开始就讲你做爱囡仔，啊，佮遮尔遮尔爱做主家啦，这对气味研究、对食材的研究，遮尔有心，这根本都是一个农妇的基因，超强的基因啊！但是迄当初我唔知啊，好是安尼哦，因为我了后是变做一个都市人，去台北了后，伫都市其实都是读册啊，了后你嘛是做。就拍去接受这些元素啦，哎呀，所以你嘛唔知讲，你的形象是伫倒位。我感觉你无呢，你要再诚实一点哦、喔。你讲无接触无哦，我会记得你个大哥自大学开始就拢伫咧关心环境的议题，哦，拢去招社运啊、喔，你看老实的。对，其实我甲轻松学赛时阵是去反武清，后进反武清。其实安尼一路行来吼，阿弟哈哈啊，都无一寡环保社啊，反对迄当中是反对保利龙餐具啊，阮拢是即种较社运议题诶、但是了后阮一面行一面行，伫即个社运诶一个路顶关，然后感觉讲阮既然要成立一个家庭啊，你要继续行一个人生诶路啊，你要哪去？去把这个东西拿出来，我们了是选择来那个务农嘛、其实这个东西很多人在十几年前很多人没法度了解，甚至家的人这样、但是我们是觉得说最没你把自己家的顾好、我有孩子、我们想要把孩子顾好、想要把孩子放在一个什么地方让他成长这样、我觉得就是这样一路走下来、其实也没有想说会走到什么地方啊，这个要怎么说，这个路头前是没人嘛，头前前有古人啊，其实现在后有很多来者，其实不能欢喜啦、我们现在年轻人、在深沟村家、大家这样来来去去、看了、我觉得稍微有像阿嬷的感觉你说你拿阿嬷的啊，对 啊， 對啊，看这个年轻人在这里、我都要扑来扑去，还有小孩的红颜还一个一个出事，我都不用自己生对耶，老天爷好疼你哦，真的一路就伫咧行社运、关心环境的议题时阵，啊，所以甲轻松大哥两个人，拢有这点是很强烈的共识哦。
是现在这样想啦、哦嗯、我觉得就算说一个大目标啦，我们对生活是说对一个婚姻、哦、对人生的一个那个大目标是同样的、嗯啊、虽然、哦、常常也会完结啦，这是没错的事、啊、但是你的大目标同样、哦、我感觉、欸、一路走来、哦、你会觉得说人生其实是不离啊，好生啦，哎、嗯、呀、啊，像伊去做餐，啊，我都是爱做这的微博，这嘛是了，我在囡仔已经生两个了，你才发现讲啊，原来你对这的物件是有热情的啦，哎、嗯、呀，啊嘛真好啊。不过我也是因为你当地咧讲，像讲你弄高学历，啊，然后选择来当来种卡做餐，这嘛一开始。真无谅，无互人谅解，尤其是大人，一定非常无谅解的这部分。我即阵啊感触也慢慢变深了呢。就算讲，你看恁走在那个什么时代的尖端，那个叫什么？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你已经都做了上好的喜欢，啊嘛真辛苦安尼撑过来了。啊，后边带出了真侪嘛新的，再少年一代的来加入。啊，结果嘞，其实少年一代同款，即马嘛是拢要会经历着这时代人未谅解这部分。嗯，你嘛可能定有听讲吼。哎、欸，但是我感觉就是讲。比阮以前十几年前来讲，吼，应该是算较好啊啦。嗯，啊，毕竟要哪讲，你人生你要选择一个无人行过的路，啊，较少人行的路，你就是爱去承担这些一挂压力啦，哈。嗯啊，但是我是要安那讲咧，讲反正即马后边的人吼，莫讲吼，杀人反对你啥，还是讲加一寡家己人生的选择去杀好别人哈，嘿、哦，无需要安尼，因为阮度的比你一定较大，因为恁即马拢会样讲，你看迄个太轻松，个朱美红都安安尼行，所以就讲，就是你人生你就是你需要自由嘛，你家己选择，但是你都要家承担起来呢。自己还有就是什么自作孽不可活，啊，那个底下拍贴，有点承担的对啊。是的，我真想要知影讲，恁迄当中拄到的一挂考验是虾米呢？像你这种决定做落去了，一个对家庭内面的造成的迄种阻力是虾米？其实第一类当然是家己的原生家庭嘛，哈。伊就感觉讲，像我家己的爸妈好啊，我的爸爸妈妈咧感觉讲，我甲恁带来台北，这么进步的东西，进步的对，我都是为着要互你发展。是，你即马国家囡仔带等于伊实在无法度谅解啦。嘿、嗯，只是讲，上第一重要的就是你爱甲家己的顾好嘛，家己的家庭顾好，安尼厝的人上无是较放心嘛，吼、嗯。你啊，家己妈咧哩哩啦啦，有一顿无一顿，安尼。就足歹讲啊！你一直要坚持落去嘛，无法度嘛，哈啊！所以比如讲即卖小农啊，哈，其实大家拢安尼，比阮进前来讲是加足侪武器啊，哦，对，拢足侪才能啊！阮去当初阮两个来是拢无啥物才能诶，客气客气，真诶真诶。所以靠家己，尤其。如果讲到要有一点要证明给人家看，你讲上起码家己家庭爱教照顾好，囡仔家己嘛顾好，这部分会有什么困难的部分？最主要我的想都是第一类是家己的心理状态啦，因为就是人第一类想到都是金钱嘛哈、嗯。当然这个物件咱是袂当讲伊无，但是我感觉上重要都是家己的心理状态调整好，讲我一定爱安那，其实人。唔免遐尼坚持啦，足侪物件，就是讲，你起码你拄着，拄着，人咪讲撞墙期嘛，哈、哦，对啊。但是你有当时啊，一个物件是家己卡住了哈。你啊，十年了来看，你无得解决，是起码一时一刻的代志。十年了来解决，你也感觉讲，真十年了过来看这个代志，无啥，去当专那遐讲。所以有当时啊，人是家己造成家己的困扰啦。真的啊，对吧？我看起来恁家可能拢是那个大哥在咧卡住啊，你叫伊讲不要卡在那里，是不？是的，伊啊卡住，我就真忝啊，忝你的，忝你的，来。无啊，我感觉要怎讲，你实质物质上的物件，我感觉迄个物件是我感觉是很容易克服的啦。嗯，但心理上的那种，要怎讲，迄个固执，对，那个墙。
反而是更累的。嗯，那可是你无法度讲啊，提些什么物件甲公公婆，无法度嘛哈。但系都家己爱看开啊。我是干嘛讲？了后即马想想，讲你头先讲的，上大勇敢是叫，因为了后我感觉我是一个一种未去自找麻烦的人。但是伊是我自己找的，对，自己找来最大的麻烦。但是今嘛对我来讲是一个考验哦，我增强我的功力。哦，你想那个打怪嘛哈，游戏也是真，你越是过了越多关，自己身上那个武装越来越强。哦，我被改立跟来做这故为提来做 slogan， 太经典了，美容姐。咱伫咧安尼开讲哦，嘻嘻笑笑。啊，那是讲真正你家己有拄着你的撞墙期无？你家己捌嘛是有较迄个低潮期的时阵无？其实我感觉大家人拢是会有啦，即使我这么乐观哈、人讲我家己感觉我是一个一种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啦哈，真正是乐观到一个无天无地哈。但是有当现在就是。我感觉人拢会啦，像即马足侪人拢即个忧郁症嘛，哈、但是我感觉迄到尾啊，真正你一定爱像我头先讲的安尼，然后你得退一步，因为人是不是会当过食十年咱嘛唔知，但是你退后十年来看这个物件，你会感觉讲啊无啥，嗯哼，我一定嘛是会有啦，哦，咱的经济上，因为即马足侪人也是新农直接来看到阮啊，讲哇，迄股东俱乐部敢那真好康吼。但是阮中嘛是经过足侪足侪一种困难嘛哈，但是阮都是一项一项，一年一年，对，慢慢去改善啊，慢慢去改观，所以我常常像足侪新农入来，其实股东俱乐部对股东俱乐部来讲，当然是一个足好的代志嘛哈，一个群聚的效果，但是对阮来讲也是有所冲击啦，但是。我的感觉哈，我当下我较轻松，我当下暗时啊散步，然后想着讲啊，其实人生哈，慢慢想想遐尼济啊。咱起码上大的目的哈，人生上大的意义哈，伫青高川代表的意义都、就是，咱爱好好啊，伫家生活，或者少年啊看讲，原来你做农，你嘛是会当很悠闲呐、啊。你无需要家己憋干的嘛哈。不然呢，你。后边已经是后继无人啦，对吧？让现在来讲，后摆做农做十年，做二十年了，都是跟你同款吃艰苦，无需要嘛？这不是咱想要的代志嘛？所以，不过这要个是扛着一个要示范效果，这嘛是一种安排感，是？不是啊？我感觉那是对我来讲是一个鼓励啊！把心情放松，对吧？因为那我当下就是好几挂少年啊，就去走嘛，哈，或是也要好讲一个情势别掉、啊，但是恁那里有当下也想武装啊，哈，但是你也安尼想，你也感觉讲其实无必要，你个心情放我轻松，来家是要生活，对，唔是要过去拼一个什么物件哈，拼事业啊，创啥，生活的品质是上重要，因为我定个轻松讲讲，咱伫家。咱无想要趁钱嘛，哈，那已经无钱啊，咱买啥？生活嘛，咱连生活拢无，咱归起来去都去趁钱较紧，对啊，是不是？对啊，而且一旦趁到的上最上多的都是生活，是的，嘿，心情像风吹，像风吹，我怎么知啊？原来嘞，大嫂呢，美红小姐，家己想要放轻松，啊，就去西人银行。讲哦，今日最中肯。讲哦，咱哦都爱做好示范，唔好那个农夫生活过了遐尼啊忝。啊，后边啊，即个少年人拢爱把咱当作模范呢。哎呀，咱啊过了遐尼忝，别人会想讲哦，做菜拢遮忝，因都无必来做啊。农村无希望袂使哩，我都叫无工啊。哦，所以哦，我知哦，你的闭关。这个撇步很多，就是要叫工的时候，而且也都好，除了叫工叫工，也都让他们吃到这样胖胖胖，吃了心情爽爽爽。我有做到押韵的吗？有赞，我在学台台语课学了，算了成绩不错。所以因为连这个叫工的时候，我都有听说大嫂你准备那种点心，当然是要上好吃，专业来上好吃。我实在想不一个农夫，竟然压力这么大，连这点心也在烧饼，饼点心什么人会较好吃？
所以朋友在咧选择讲要去什么人因兜做工课时阵，其实唔是在咧选择薪水，也是选择仓库，是咧选择点心。对，你一般拢穿什么点心？其实我就是因为最主要吼，咱甲古早无同款嘛，无需要讲哎，逐天拢甲家己用甲真无用吼，所以我拢去选我上爱食的。既然有很多很好吃的点心嘛，对吧？米粉鸡粉冲姜的米粉，当广告嘛。对啊，人家己做的那种粉圆啦，哈，豆花啊，哈，还有罗东的粉圆妹啊，拢是阮家己就爱吃的爱点啦，系啊。什么？你拢去买现成的哦？我就是用你家己做呢。但是我来讲，我唔是足够的人啊，哈，咱一定是哈，咱。袂晓做包紧，但是咱一定爱会晓食。好啦，这句话听起来都会怪怪的吧？啊，不过嘛是，个性真有道理。这首是萧煌奇的歌曲《心情像风吹》，你等你收听的是《靡靡之音》，礼拜日早起十点至十二点进行。我是大米，还有今天第二个小时特别来宾美红姐。美红姐陪咱第二点进行这部新算哦，因这个。大概拢讲叫做爆料，其实已经没什么料好爆啦。讲诶，讲的都是活生生、血淋淋的人生而已啊，是不是？是的。咱诶，青高川哦，因为伫咧十多年前有股东俱乐部赖青松、朱美红，恁这对夫妻，回来到宜兰做产了，开启了小农耕作的这几个农村文化道道在摊开，而且嘛十几年啊，有当时美红姐，你会感觉到家己身为迄种一开始的迄、那个家己上头前的迄个人，上老的迄个人，迄个耆老，一挂肩上扛着的一些。除了家庭之外，对，还佫扛着其他的一些人的期待的这种压力，还好我拢你拢无得讲嘿嗨的对，真的。伊讲青创的甲公公自由时报顶管拢有一挂星座嘛哈，啊伊是迄个水瓶座，我是射手座哈，伊讲吼你知吼，伊顶管下哈。上最不要脸的，最不要面子的哈，第一名、第二名是射手座，就是我。我啊，第一名上一共水瓶座，啊、我倒能哎，所以所以你讲啦，无啦，我们不要最不要脸的星座第一名，最不要面子的啦，哎、呀，啊，不是公开白话最不要脸哦，最不要面子，对啊，其实因为我其实也离开所谓的主流社会，还是都市来个家哈，最主要的是讲我是还好啦，对，最主要是要逃离一种所谓主流价值和你的一个框架，嗯，对啊，因为想不会当做家己嘛，想不会当主流嘛，但是就是到尾来你就是承担起来嘛，你家己做会选择，行的路会变作安怎，你就是爱家己选择啊，无法度去怨叹讲你的母子，还是讲怨叹你的老爸老母哈、嗯，但是我感觉这是真正的自由啦，而且个工作等下，我感觉恁的身上的才艺，嘿，应该不是叫才艺、啊，混年来对，啊，这谋生的技能，我等下讲，伫社会混到，想起码嘛爱有两把刷子啦，爱什么啊？公共起来，什么即马都流行，都要有证照，哎，这种讲法嘞。啊，不过我顶日到才听一个阿嬷伫咧讲哦，因查某囝哦，真高，因查某囝竟然要甲因囝，就是这个阿嬷的孙啊讲哦，你哦爱注意呢，以后生活咱的生活呐发生什么大灾难的时阵、你一无所有的时阵，千万的记得一件代志，你去找阿嬷，因为哦，咱到干那村阿嬷。他有能力，有法度种物件出来，自家己饲哦哇！只要有阿嬷在咧，你就能活落去哦。我听到阿嬷甲我讲这个话，想我讲个，伊嘛感觉足好笑诶，啊，不过我感觉真骄傲。
是，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这是未来是一个小农的社会哈，你只要手会当叮当，啊，拢唔惊夭死，后摆所有的人多起的人拢会来找你。啊，不过这上现实的都爱有土地才会当，敢不是？无啊，咱家的所有的小农，阮种的每一块地拢唔是阮的啊，拢租来，免买。啊，不过今麦要租，敢有简单，敢拢真轻松啊？啊，找200家。哦，这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你都大家拢免烦恼，讲会拄到什么问题？想要租田，就去找200家。今麦赶快，200家。今嘛赶快叫上，拢要伫咧中介家是不？进前是吧？进前是大嫂跟大哥嘛，拢伫咧到中介嘛，哈。是，到当啊任务有伫咧交接的。有啊，今嘛家这些人啊，人才众多哈，拢唔免就该问啊。唔过，拄啊大嫂，你的身份是在地人，你在地囡仔嘛，啊爸爸妈妈嘛拢二婶啊家的人啊，你拄啊你的身份是介于林先生是小农。啊，个拄着在地老农诶，这种你嘛伫咧看这种租地啦，啊，老农看待这种小农新诶农民，因种作诶一寡技术也好，啊，种作诶习惯，啊，其实这冲突这么侪年来，嘿，一寡想法啦，这部分你诶观察，有观察到一寡虾米体会无？有啦，其实就是讲你新旧一定是有一个冲突嘛，哈。啊！你心就被融合，一定爱有时间，时间会当解决足侪代志啦，吼，唔是会当解决一切啦。啊，但是就是讲，阮拄开始来的时阵，阮家己的亲戚吼，也是阮的地主吼，其实对于阮这种所谓的一种友善耕作哈，无用油啊，其实伊嘛是真正变哪讲，小可嗤之以鼻啦，哈，因为伊也对，因为伊肯定哩，就等于是。否定家己嘛，哈，啊，这无法度的代志啊。但是，我感觉到尾啊，就是嘛是做人啦，做人对，你尊重伊，我相信伊嘛会尊重你，因为阮十几年来，阮感觉到尾啊，伊对阮的态度是友善，无了后无可能遐尼侪地，拢要来讲哄上来阮家，讲拜托你帮我种，啊，了后再生200家出来嘛，所以我是哄肯讲哦，这小农来甲咱一个所在，我感觉。就是对这个土地，还是讲对这个人哦，上无爱有起码的尊重。嗯、哦，咱友善耕作不是较高、啊，传统的一种咩啦惯性的，嘛不是较无好，一定是无法度。嗯、啊，但是你新旧时代的交替啊，吼，我爱讲的都是讲，真正宜兰家200年来都是靠在所谓的惯性农夫哈。在家修一片土地，啊，伊就老家家，即马因鬼拢无基础嘛，哈，对，咱唔知有地通啊耕作，啊，所以就讲，咱对家的人甲土地，可能爱有一个基本的尊重，哈，来个家，咱要做一个一种真正的在地人，都是靠时间。嗯，你讲的对土地对人的尊重，伊有可能表现出来，你有一挂什么观察无？比如讲，其实我比如讲对庙来讲啦，哈、嗯，阮家边啊都是一个三官宫嘛，哈。其实我对这个信仰的物件，我无特别的迄条坚持啊。只是讲，你愈伫遮大啊，你大个尾啊，你会感觉讲，这个庙的物件都是伫你的身躯边啊。所谓这种无形的物件，其实对你来讲是有一挂信一种。没哪讲英雄，是被讲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感觉不是用恐惧、害怕这個心理 去接近他了哈。最重要的是讲，人生在世了哈，对讲、你就这代志会当看到的，伊是有存在，但是你看无的，我宁可相信它是存在的啦，对吧？人无外高啊，对吧？对，咱不是万能的，是的。啊，有真多代志，可能真正嘛，不汉尼啊简单，会当想会清楚的。对哦。啊，就去
尊重和其他看不到的就好了，是吧？是的啊，因为你人说人抚养在天地之间啊，齁，咱看的就是天跟地之间而已嘛，那天之外地之下呢，一点有东西嘛，我觉得说因为咱现在的人对人定胜天已经没那么坚持了嘛，所以我觉得说你的人就是心存前进啊，齁，不要心怀恶念，别去想说要怎样外交啦，齁，想要很多事情都是自己都要一把抓，齁，不需要这样，心存善念啊，我觉得天地之间都会给你一个很公平的那个对待啦。我觉得大嫂也是说了算婉转呢，是吗？你想要再报什么的？好啦，我是想着讲，其实安尼年纪轻轻哦，特别无啦做农啊，不，我不是讲你啦，高赞，我是讲你伫咧对，咱知影我跟你辛苦边熟悉嘛，拢遮尼啊济，大家拢真少年，拢真有心要务农啊，好时段啦，好这几挂。环境会感觉讲无啦，哪有遐简单啊？唔是你想的遐尼简单啊！结果咧，家己都愈斗志啊，都要冲，都希望家己会当更加的坚强啊！迄种勇气一个来，我感觉有当下伊都会变成是靠家己的一个信仰自己，相信自己的这个能力是真重要的。所以伫咧讲，咱嘛是其实嘛是爱尊重在地，唔管土地或者是像信用庙这方面，有当下。某程度的去依赖，一定以家己的情况，无安尼是不是表示我无够坚强？是不是我的能力无够？我都爱需要那个依赖那么多人，或那么靠其他的力量？嘿，其实有当然是家己内心的拉扯。到尾也就是讲，其实嘛是一个人的心理的状态嘛，其实有当下你也想想讲，你人感觉真艰苦的时阵哈，一个难关没当过的时阵，其实都会调整家己的。心理的平衡状态，你就是失衡嘛，对吧？其实人何必那么武装自己？对啊，帮我轻松。其实人生是短短而已啦，对啊。大家现在压力那么大，大嫂，你开的是美红厨房，你不是开马杀鸡的店呢？我哪感觉你开的是马杀鸡？心理马杀鸡。所以你的美红厨房，我等下嘛是兼做心理治疗，对吧？无，因为心理咨询，我就爱跟人讲这啊，就是人买拢找我。的工作啦，到尾我就好笑，因为有的人吼，其实伫心里无依无靠的时阵，伊会被问，吼，伊问讲，比如讲我被 A， 还是有个好选项嘞，A、B、C， 我爱做啥较好？我你啊，讲到这么 detail 的时阵吼，我可能就是爱一个问题收5000，无我当下家己迷惘啦，吼，但是到尾也嘛是终究答案拢是家己的心理来的啦，哎呀、对啊，不是外求的。所以去迄个餐厅食饭的时阵，拢其实大部分时间拢在开讲啦。那哦，应该花再用一点点时间，因为毕竟哦，你是伫你算中年转业吧，哈，敢是？嘿，嘛是无算转业啦，系啊，自然而然。餐厅所在深高五七楼，靠开一间啊，四四间啊，对啊，四四间啊，美红厨房。迄当阵捌甲大嫂开讲过，你讲其实家己身份就是真爱煮食，你想着讲，那是有一间啊，那细细间爱店，甲朋友开讲做伙煮一寡大家爱食的物件，等于嘛是家己的晚年想要安尼过是无？是啊是啊，因为最主要都是讲，囡仔拢大汉啦，啊，煮细汉我都、就是就爱煮食食好囡仔嘛哈，囡仔大汉了，你嘛袂当讲一直去人讲扒着小孩嘛吼，伊有家己的代志啊。我感觉我算做还算是壮年嘛哈，是啊，我够有足侪心力，那不如讲我用我这个嘛袂使讲专长，其实我无足够煮食啦，我是足爱煮食，但是我伫这个方面吼，我开足侪因为是家己的兴趣，开足侪时间。去接受这些物件哈，食材啊，我就爱去产的，就爱去农夫的产的。所以我一旦买比如讲要开始有订餐的时阵，我前几日讲我就开始去人家农夫的产来得啊哈，去看有啥物件啊哈，啊到时讲你们帮我办，我家己办，因为我就爱办菜，是的嘿。我感觉这银河这只马拜有几叔啊，想要开一间啊家己真有风格的店，的人诶，一个小小的种下一点点小小的幼苗，那就美红姐。
他把它实现了，其实是家己爱采爱开杠啊，爱煮食啊，就来开一间店。而且哦，我感觉你和我上届跌破眼镜的东西，哎，你开店开了敢袂伤现价？迄唔是大刚在开间呢？有人要食才来开，嘿啊，那伤无闲我嘛无要开，开个只摇摆，无啦嘛，袂使讲，因为热天就是你要问爱。挂掉啊嘛哈，阿廖爱做一种大量的豆腐乳，嘛无大量啦，少量的豆腐乳啊，做酱油，就是暑假，因为既然诶人拢知影讲，热天这时间就是爱抢食一日头嘛哈，啊，所以都店诶都开家里里啦啦，所以安尼嘛是要是算伫开店啦，是的，你过两工人味拢会朋友要来，所以美红厨房是采预定诶方式，还有订有订。讲你要来，当时要来啊，看美红姐有闲无？伊都去开。因为最主要我会感觉哈，我五月开始，三月开始的时阵哈，我开一阵嘛很固定。但是我感觉你所谓这种所谓的对食材啊哈，你搞不要你开一个固定一点，那底会你来客数非常的稳定，或者是怎么样？我感觉食材浪费哦，我实在是就不敢的对哦，因为最主要我们的食材都是较好的食材嘛，友善的食材啊，你放一下，你没准备嘛，没事啊，我当下就这我都会准备较少量啊，就这人过来哈，我说不好意思，今天已经没食材了哈，我是感觉说你也可以用预定的一个那个方式来说啊，对食材来说，还是说对家的人来说应该拢会是一个较好，因为未来诶一个时代吼，拢无遮尼侪物件当浪费啦。啊，这是语重心长，是啊，听到心酸酸，已经咱会当想象得到，我们把资源能源真的是越来越耗尽。是啊，是啊，所以即马爱豆豆啊，这算训练，阿妈算是一种去习惯讲。未来咱有可能拄到的考验的对吧？是的，珍惜食材啊，好珍惜这食材的原味安尼。对，啊，你来家豆豆啊开讲，豆豆啊家，所谓的慢慢的生活，那嘛是一个真好的代志啊。哎呀，啊，声音佫搞我温柔起来。今天的非常感谢美红厨房真来宾真正有美红姐，不是像长颈鹿美女来宾没长颈鹿哦。我不是要帮美红厨房广告，但是我就是要跟美红姐开讲而已。欢迎大家有机会买蛋糕清高五车路口找美红姐开讲啊！我今天呢，我算心满意足了，红台天给你招来家开讲，谢谢，谢谢，感谢大家陪伴，红台天大家注意安全哦，再点我的气氛啊，下礼拜再会，拜拜。迷你之音节目感谢福寿螺、白富秧鸡、彩玉、花嘴鸭以及红冠水鸡独家赞助。本节目由福寿螺、红卡村啊、土浪糕啊、白木白啊以及水加零独家赞助，感谢收听，下礼拜再会。